咁我哋用咗三次嘅會議，但係都只能夠咧係進入咗嗰個釋義嗰一個部分，而且都係未能夠完成嘅。咁睇得到咧，即係我哋未來嘅時間咧好短啦，因為我哋立法會嘅會期咧好快就會結束啦。咁而我哋嗰個程序上咧，亦都要經過即係內務委員會要報告啦。啊，即係咁我哋我嘅睇法就係我哋根本係唔夠時間去審議去做報告。然之後咧就上大會即係排隊去大會討論嘅咁樣。咁所以今日我加咗呢個議程咧，就希望大家都既然有一啲同事咧係有唔同嘅睇法啦，咁我都希望俾個時間大家表達下意見，然之後咧我哋就作一個最後嘅決定，即係到底未來路向係點樣樣。法案委員會同意終止其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。及向內務委員會報告終止工作的決定，贊成議案的請舉手。邵家輝、張宇仁、鄭榮信、陳振英、何俊賢、郭偉強同埋主席本人，反對的各位郭偉全議員。朱凱迪、譚文豪、許志峰，七票贊成，四票反對嘅，議案獲得通過嘅。東望想你睇新增咗站分任務，每日簽到同埋閱讀指定新聞，快啲下載東望 app， 一邊睇新聞，一邊賺到更多 OM.CC Coins， 換取豐富獎賞。